你好，我叫陆一，之前在网上登记过。请把属于您的号码牌贴在明显的位置上。这是男来宾的资料，还有联系卡。香，这就是后宫的味道。蹲下干嘛呀？躲躲藏藏，大大方方。你好，我们在网上报的名。请把属于您的号码放在明显的位置上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哎，跑什么慌什么呀？我又想死了。他人即是敌人，出自萨特。我建议您好好的核对一下信息，免得有人弄虚作假。谎报职业。亲爱的各位来宾，请大家记住，每三分钟为一轮，请大家一对一畅谈。每到三分钟，我们就会响铃提示大家轮换。好了，现在请大家开始吧。很抱歉，我只能戴着眼罩。没事，上火长针眼的话，记得多喝水。您贵姓？免贵姓郭，旭日登升的旭，肯德基东区分部的区域经理。陆依依，从事精算工作。是精算师，听说很厉害，你具体做什么呀？您不了解这个行业？不太了解。精算师是运用精算方法和技术解决经济问题的专业人士。精算师传统的工作领域为商业保险业，主要从事产品开发、责任准备金的核算、利源分析以及动态偿付能力测试等重要工作。我大概是明白了。大概？那看来我表达的不够清楚。下面让我们聊一聊精算师在国内的起源吧。1999年7月16日，我国举行首次精算师资格考试，考试分为准精算师和精算师两个部分。考生在通过9门课程考试之后，就可以获得准精算师的资格证。考生在获得准精算师资格证之后呢？大体就这样。三分钟时限已到，请各位男士按照逆时针轮换座位。嗨，美女，我叫郭超一，超越一切的意思。我是动感101的金牌销售，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。陆依依，请问您为什么来相亲？功成名就，赚了点钱，我想谈恋爱啦。抱歉，我不想谈恋爱。什么？我根本就不想谈恋爱，所以您不符合我的要求。那你总想结婚吧？我认为结婚未必一定要谈恋爱，而且恋爱本身就是婚姻关系中最大的隐患。我想要找一位同样需要无爱婚姻的对象，这就是我来相亲的唯一目的。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人吧？你好，我叫舒梦瑶，今年28岁，在地产公司工作。我叫欧阳雨飞，今年37岁。我看您资料上工作这一栏是空着的，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没工作了。啊，是煤炭工作吗？我说我没有工作，我是高等游民。高等游民的意思就是不吃于工作赚钱，我整天在家读书看报，陶冶情操，参悟生命的本质。我没有收入，我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靠我妈养着，但是我最近发现我妈的身体已经不行了，所以我必须得尽快的找到一个可以代替我妈养我的人。朱梦瑶小姐，我看您的资料上写着您在房地产工作，现在房地产工作非常的好，前景可观，蒸蒸日上，我想我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丈夫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嘘，别出声，你能听到他的心跳吗？这是一枚受精卵。高山先生，您是开养鸡场的？是。
这枚鸡蛋是我们建厂以来整整产出的第300万枚鸡蛋，生命是如此的辉煌啊。严参法师是您什么人？我就是开一个玩笑，不过我有一个梦想，我的梦想就是我们家的鸡，我们家的蛋能卖出国门，走向世界。了不起的梦想。我们还有一句口号呢，鸡能尽如人意，蛋求无愧于心。那现在年产量是多少？按周期计算的话，过去是每年每只鸡280枚蛋，不过在去年我们达到了每年每只鸡326枚蛋。嗯，您的梦想不可能实现，想要让全世界的人民都吃到您的蛋，还有鸡，以你现在的年产量要花上6735年以上，就算产量突飞猛进，也不可能超越地球人口增长的速度。为了你好，我给你一句忠告。哦，换一个梦想。你看，我一点都没藏着掖着，我怎么想的就怎么说。其实吧，我觉得人的一生啊，偶尔有一段空窗期是正常的，但是你不能对未来没有梦想。梦想？你有吧？我就想纯粹的做一个高等游民，什么梦想未来啊，有这种想法的人都是俗人，他们一点都不纯粹，这简直是给高等游民丢脸。那，你真的是想结婚吗？当然了，我一点都不在意女方比我年龄大，我也不在乎他们是否离过婚。有这种想法的人，他们简直都是直男癌。我是一个身体健康的纯直男，而且没有癌。直男癌啊，总比人渣强吧？29岁，太巧了，咱俩同岁啊。那个，我也是29岁啊。当然，他们经常说我长得有点太着急了。那是因为你的毛发稀少。是，好像是这样的啊。是的，你的毛发非常稀少。人在衰老以后，毛发会变得稀少，所以毛发稀少会给人留下上了年纪的印象。不过我认为这是错误的，毛发稀少和衰老没有必然的联系。你的毛发稀少，很有可能是因为遗传或者生活习惯所导致的。再有呢，就是内分泌失调，雄性激素分泌过剩，可以适量的服用一些乌鸡白凤丸、加味逍遥丸，抑制分泌过剩的雄性激素，改善毛发稀少这样的。你烦不烦啊？左一个毛发稀少，右一个毛发稀少，还让我去吃什么妇科药？脑子瓦特了。哎，年薪不到10万，在这个大城市可不行啊，不好办。哎呀，算了，其实反正我也没什么用钱的地方，只要是够我买书、买 DVD 和唱片什么的啊，还有一些模型和手办。不到10万，那到底是多少钱？9万？8万可不行，8万就太少了。那你还有没有加薪或者是升职的空间呢？或者是说，你有没有一些想法出去打一些散工什么的？太过分了，这诚心耍我玩呢吧？大哥，你什么人都不如的地方，退钱给我报名费，退钱给我钱，太过分了。15秒，你长针眼了吗？我不打算讨论我的私事。我也不想知道。果然如此，0.0055%。什么鬼啊？概率，通过婚介的方式相识，约会2次后立即分手的对象，2周后。在其他婚介公司举办的相亲聚会上偶遇的概率。哼，计算这种东西有意义吗？通过我的概率得出一个结果，今天的见面绝对不是偶然，一定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安排。你是怎么知道我来参加这次相亲的？你跟踪我多久了？啊，请终止这种变态的行为。少自作多情了，我才懒得跟踪你呢，我有病啊？你以为我是那个事儿逼呵呵庸俗幼稚的天线宝宝？他今天没跟了吧？陆依依女士，陆依依，哎，
江总，对不起。我应该已经下达过一份正式文件，拒绝再与你交往。是的，收到了一大叠，跟枪毙判决书似的。这是一份正式通知你分手的禁制令，有什么读不懂的地方吗？管他呢，反正是文字不美的文章，我从来不读。我只是觉得口头上跟你分手，一定会后患无穷。你写个邮件，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？这是出于对你的尊重，我才会正式起草一份文件寄给你。这才是打我的脸呢！三分钟时限已到，请各位男士按照逆时针轮换座位。铃声响了，你该走了。祝你好运。你也是。我。想起来没有？啊，好吧，我就是所谓的社会动力阶层，经营自己的网店，而且是个网红，江湖人称东区小霸王的正式鄙人。叮，当，长见识了吧？那他寄给你的，与欧阳宇飞先生的交往解约合同，起草人陆依依，甲方自然人陆依依（括弧女性），乙方自然人欧阳宇飞（括弧男性）。甲乙双方本着公平守信的原则，决定正式解除交往。具体理由如下。这么多理由啊！我说的没错吧？她就是一朵奇葩。当之无愧的女博士啊，这是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啊？回家，继续看我的《冰火》第六季。谁问你这个了？问你结婚打算怎么办？凉拌呗，我早就受够了。哎，那这个呢？给我烧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三分钟约会，让我去参加这个东西，还不如毙了我呢。你雇我，你拿来啊！这就叫广撒网多敛鱼。这么多大姑娘小媳妇儿，哎，没准你就找到了一张免费饭卡。我不去，我的贞洁就是我死后的墓志铭。这样的人真是一个意外。你这人说话怎么那么丧呢？你我不去。为啥瓦奇？我丢不起这人。你是在笑给我听的吗？我在笑话我自己呢。要是早两年我看到我儿子这个样子，我一定难过的睡不着觉的。你看阿姨现在多好，多乐观。这么大岁数了，还跟我玩套路。哎呀，你不用担心丢人，你已经没有人格可丢了。嗯。去吧，老老实实的告诉人家，就说我是要找人养的，这不就完了吗？你要是害怕，妈妈陪你去。用不着，我陪你去吧。你不正憋着要复婚呢吗？你以为我去征婚啊？我是陪你，给你当个狗头军师。好歹我也是东区小霸王，我不能看着哥们儿我不管啊。嗯，真的能行吗？三分钟约会，这是一种集体的相亲活动。上一次我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我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一个人身上，这一次我会跟更多的人相处，提高我的成功率。哎呀，先吃饭。依依啊，我觉得事儿也甭着急，我现在想通了，这种事情还得靠缘分，况且我们依依这么优秀。天真啊。根据我之前的调研，女性一旦过了30岁，嫁给好男人的成功率就会大幅度的下降。我打算去学习专业的化妆课，学习如何利用外表俘获男人的内心。对了，我还在考虑这个。
这就算了吧，啊？理由？嗯？理由？啊，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样行的。真的吗？嗯，有道理。嗯。遗传呢，是美德。哎呀，你那么急功近利，到底有多想结婚呢？既然有了目标，就应该越挫越勇，屡败屡战，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。还有呢？还有，爸也希望我早点结婚。就这些？就这样。你想干嘛？没什么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没什么呀。说句题外话，我像你这个年龄已经结婚了，而且还有了你，不仅拿到了博士学位，而且还拥有了自己的研究室和科研小组。哦，对了，我的眼线比你画得好。怎么了？恨我吧？说心里话，无论哪一点，你都比不过我。无论是数学家，还是作为女人。那你网球打了多久？这种专业我肯定没法比啊。那改天一起打网球。好啊，有没问题啊，场地我定。那你是多久打一次网球啊？我大概每周会打一次。每周都打一次。苏浩先生，我可以跟你聊聊吗？啊，那回头打给你。你是陆小姐吧？我对您的印象非常好。谢谢谢谢。我把这里所有男士的个人条件做了数字化处理，再按照自己的标准进行了评估，其中只有你获得了98.5的高分。哦，那我是第一名，谢谢。不，第一名是那边的尹征先生，他获得了188分。原来不是百分之。就像你所看到的，竞争过于激烈，我只能够放弃。所以你来找我这个第二名？不，第二名是那边的李威阳先生，市场已经饱和，我想挤也挤不进去。你是我评估出来的第三名，虽然你并不是那么抢手，但成功率反而是最高的。别沮丧，虽然你是第三名，但是你和第二名之间只差了5.5分，并且和第四名拉开了很大的差距，你一定要有信心。我想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，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大哥，我求你了，既然决定出来卖，就不要装矜持了，好吗？这话太难听了。就是他，只有他身上散发着那种高端饭票的味道。有产业不差钱儿，上了年纪寂寞难耐呀。这种女人，她不需要多有出息的男人，她只需要比她年轻，懂得风雅，带得出去。腰好，肾又好。可是他，我不喜欢他，年龄太大了。抱着饭卡睡觉，你还需要开灯吗？快点，没得选。可是我，我会出手帮你的。说好了啊，为了联盟，圣光与你同在。我尽管是没有工作，
没有梦想，但是我可以干很多别的，比如说能够吟诗答对，可以陪你出席各种酒会，还有，其实我精力非常旺盛。你觉得我身边会缺这种人吗？我只是想找一个跟我实力相当，能陪我白头到老的男人。我身边倒是有那样的姐妹，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几个？你是想让我去被包养当小三儿？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我才不要那种关系呢，一旦被玩腻了就会被踹了，我要的是稳定。还真是个人渣。等一下。ACDC 是一支有河南口音的乐队，信吗？ ACDC 是一支有河南口音的乐队。嗯，我怎么没发现？听啊。咦，你个龟孙儿，弄啥嘞？狡诈的联盟狗。卖鸡蛋的，哦，高山，哎，我们去聊一会儿，好，来。先生，我们去那边聊聊。走，快走，快走。如果你是一个害怕孤独的人，就更不要结婚了。三分钟约会啊！哎呦，这次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您要是不放心，我还是去盯着吧。不能再麻烦你了。你明天不是要上班吗？哎，也就是陪老板和客户打打高尔夫球。依依第一次约会就遇到了骗子，这次啊，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呢。这个我倒不担心。这次办约会的公司啊，规模挺大的。再说依依也不小了。出去啊，跟不同的异性多接触一下，不是个坏事。也对哈，子俊，谢谢你啊，我们家依依常让你操心。哎，没什么，总不能眼看着您的女儿遇人不淑嘛。哎呦，练了半天，也不知道现在几点了。是啊，几点在哪约会呢？啊？啊，我是说，几点？明天在哪打高尔夫球？哦，不错。今天啊，刘总对你啊印象特别好。你放心吧，江总，我会继续跟进的。好。怎么，平时跟他接触多吗？你的秘书，啊，没有，他呀，其实是我的侄女。哦，原来是你的侄女儿。对啊。你们呀，虽然平时接触不多，可是他呢，
对你印象特别的好。其实他呀，今天是不用来的，听说你要来，他非得要跟我来。哦。一会儿啊，送他回家，路上呢，好好聊聊。嗯，好。小心。嗯。等好他。怎么样，有点意思吧？想买壳的话加我啊。想要这款小钢炮防爆钢琴的，请速与我联系。请记住，你买壳我送。很有意思。咱们是不是在草莓音乐节上见过呀？见没见过不重要，我才懒得相互去了解，更讨厌长久的关系。啊，那你来这儿是为了？狩猎，你不会是无知的中学生吧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来呀！喝吧，让针眼化脓变瞎。针眼是因为细菌感染所引起的炎症，我没有长针眼。我还以为你想借酒消愁，一醉方休呢。任何含有酒精的饮料都对我无效。不过说实话，你今天过于坦诚，口无遮拦，这样没有女人会愿意理你的。五十步笑百步。我也直说，你今天太过于逞强，太刻板，你就不能装得可爱一点吗？我已经尽力了。不过，与其拙劣地伪装自己，用假象来欺骗异性的好感，还不如坦坦荡荡，孤芳自赏。真的吗？要么选择孤独，要么选择庸俗，出自叔本华。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。问吧。还是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问了你也不会回答我的。你不问怎么知道我不回答？磨磨唧唧没意思。那我问你，欧阳老师，你是娜娜小姐吧？嗯，之前时间太短了，我想跟你多聊聊。真的？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，共同的爱好最重要。您之前说你喜欢文学。是的，我喜欢文学。那您应该看不上言情小说吧？当然不会，那些看不起言情小说的人，他们才没有文化呢。我这辈子读的第一本小说就是《简爱》，抛开大家给他的扣的大帽子，其实它就是一本言情小说。之后是乔安娜·哈里斯、岩井俊二、琼瑶阿姨、席绢，包括现在的桐华，我最喜欢的就是亦舒。真的？喜欢艺术老师，艺术老师就是我的神。其实真正的淑女从来不炫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，她读过什么书，去过什么地方，有多少衣服，买了多少珠宝，因为她不自卑。你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她的人物？要不咱们找个地方慢慢聊。嗯，不好意思，还有一本书叫《给亦舒的信》，你看了没有？是蔡澜老师写的，挺家常，挺好玩的。请原谅，我只能戴着口罩。口罩什么鬼？再来一次吧，对不起。他们简直是对高等游民侮辱！来，对不起，再来吧，来。爸。爸，这才更打我的脸了。赤壁呵呵，庸俗幼稚的天下宝宝。爸。
人称江湖，对不起，三分钟相亲。嗯，他三分钟约会啊。这是你所看到的。我基本上两天一次。你怎么不给信号呢？你为什么？就没了。对呀。哦。是到这儿吗？还是在这儿？抛开大家给的大帽子，只是抛开大家给的。